我刚刚我就哎，终于出新造型了，血色。我想说，万圣节他总是要出个新造型呗，血色浮云啊。对，这个绝对是万圣节的，因为你看到我那个南瓜，漂亮。教你们怎么补资源哦，这边，这个吧，啊，还是你去。那怎么？快点，嗯。也是物资跟军火嘛。哎呀，要这样子的啦。雇佣兵，哎，雇佣兵，哎，万圣节的，万圣节的。最近就真的是杀很大啦，万圣节的系列的东西。哦，好像是南瓜。有得奖了耶！就应该可以再讲几个重点了。为什么他要释放？好好哦。他干嘛把我抓了，然后又把我释放？感觉很好玩。谢谢谢。